老周，那你今天看了对我感觉怎么样？我呢对你是很满意的，但是我自己不自信，我太老了。这个爱情这个东西啊，是年龄不是问题，再说老代表成熟。成熟我已经熟透了。老好，你看老的东西人家都很尊重的，比方说你看老专家、老师、老教授、老油条。老油条？不，老了之后做事情很有条理的。我是老油条，我是老油条。还有啊、这种老的东西要特别好吃呀，甘蔗们老的甜，甲鱼们老的补。这么说起来你是喜欢我的了？我喜欢的我是找个人过日子的。真的这样的？那我实在是太高兴了。那我们要不我们把它定下来好不好？那我们相处相处看啊。好的好的好的我这个户口本身份证都带好了，我们今天定下来就去登记好不好？好的老周，终于跟你结婚了啊！今天我们儿子来路上赶过来了，说晚上请我们吃饭庆祝一下。好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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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儿子电话喂小刚，你什么？你在医院里呀？什么情况？什么车祸？车祸？那现在情况怎么样？要动手术啊？你说就3万块钱、哎呀，那我没有呀，我只有3000块钱，那怎么办了哟？不要紧，不要紧，钱我有，我有啊。老周，那用你的钱，不好意思了。不要紧的，我们是夫妻了，还要你的我的。哦，那我等一下马上给你打过来啊。快点到银行去拿钱去。银行不用去了，现在手机上就可以转的。手机啊？手机就可以转的。我不会弄的。我来弄，我来弄。啊。人脸识别啊。好好好。成功了成功了、那老周、亲爱的老周、那我先到医院里去一趟。不要紧、我跟你一起去。你不要去了，你年纪这么大、你走来走去不方便，我十五分钟就回来。我不放心的。亲爱的老周，你要等我的、我马上回来、马上回来、小心啊。您好，您所拨打的号码是空号。怎么是空号呢？您好，您所拨打的号码是空号。您好，您所拨打的号码怎么打不通啊？抖音